OK， 这个是什么？酥油。好，粉油。好。那这样做就有点像在做派皮一样。嗯。好了，再倒。哪有这样子啊？你要切小块一点啊。切不了啦，可以啦，水下去它就小啦。你那都还一大块在那边。黏住了，你水下去它就会融化掉了。要不然这个没有办法。然后下油。有花生油，还有两个这个水，我想着去关门。然后再下水，再下来就可以。把面粉刮下来以后，用手把它弄成一团，那些弄成一小块一小块。那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 我人太高了，这个太矮。你是说我们家琉璃台太高，你太矮了吗？你们家琉璃台太矮了，我人太高了。说那个的，我知道这样子，所以我拿给你那双拖鞋特别高。那个它底下那个最起码有两个电池，大概有6公分，我在想。什么东西？你的拖鞋啊，那个拖鞋有垫高的。哪有啊？有啦。哪有那么多？哪有啊？然后再用手把它弄成一团，然后一面加那个加冷水。妈妈在发什么飙？哎，你们现在先不要放老歌哦。好哎，刚好烧饼配上老歌，妈咪，一首赞。你先不要放，因为我们在录影啦。对。还是听得到。没有，我觉得老歌好哎，刚好做烧饼，这样配上老歌多好。妈咪，你们刚刚还在打情骂俏，我们都录进去了。水下不可以加那么多，要慢慢加。慢慢就可以了，你挪一下就好了。对哈，慢慢揉。这边的话，就是因为太那个，所以叫掉球哎。我怕我妈快打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天要放在这边？她好不容易把她的 Blu-ray 啊，那个 High Definition 的东西要接上去。现在那个水要不要加下去了？不用了，够了，可以了啦。它只要揉成面团，不要太粘手就 OK。我没有办法揉，这个盆子还会。我不晓得他们把那个 Blu-ray 装上去干什么。我们家的电视啊，都在台湾，HD 的电视都在台湾。我等装上买一个新的好了。爸爸生日就这么决定了，买一个给他吧。你还是买 iPad 吧，他现在帮我 iPad 拿去用。有点难过，我都没有啊，在桌上啊。嗯，他刚刚叫我拿出来，等一下要给他。刚我进去的时候就说我要用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把它弄起来吧。好，弄成一团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休息半个小时到40分钟。其实这个太大了 ，OK 啦。哎呦，哎。